近或远，任风出任它轮回不灭，是我尽头的展望。现在在关渡沟，可以帮我拿满载客吗？不要，对，我这样比你白。看看其他人在干嘛，这个小姐姐补妆，尴尬一姐的脸出现了。然后我们等下有打算还要骑回去吗？没有啊，好累哦。啊，不是说要运动，我已经晚了。好，我们要等下。我也是可以，拜拜，白丝绒。现在干嘛？鼻孔好大哦。听说一号。这个片段是完全没有什么意义。要回家了，然后我们先挑比较好骑的卡达车，这样。才不会像后面那位跳到不好骑的，然后就骑得很慢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回家了。今天只有我素颜而已，其他人都化妆，傻眼。